此款硬碟除了搭载高速传输的 Type-C 接头之外，还可以透过附带的转接头，在新旧机种以及 Mac 和 Windows 两系统间无障碍转换使用。其还配备微腾独创的社群媒体以及云端储存服务，能自动备份影音媒体及照片，轻松管理手边珍贵的档案资源。此外，外观有炫光银、星耀蓝等极富金属设计感的款式，能选择皆能融入电脑周边环境而不显突兀。但需注意的是，其并非针对外出携带做设计，若是有此需求，可能要自行加强防护以免受损。有别于市面上一般的硬碟款式， CyberSlim 打破了消费者的想象，让硬碟能够保持轻巧且不会占据太大的空间，因此无论是随身携带或是桌上工作都变得十分轻松简便。而高达 820MB/s 的传输速度，相信让想要高效率备份档案的朋友眼睛一亮，还只要一接上传输线就能备份手机资料呢。只是虽然轻巧方便携带，但由于硬碟本身单价较高，而且没有防震、防盗等功能，较不建议需要带至公共场合工作的朋友。HD650 使用三层式特殊抗震硒胶做保护，对于轻微的碰撞能有效缓冲，不用再随时担心重要的资讯会因一时意外而发生悲剧，且外表防刮耐磨，非常适合有在外使用硬碟需求的朋友。除了上述特点，硬碟本身更搭载 USB 3.2 Gen 1的高效率传输，让等待的时间大幅减少，免去大量档案传输时浪费宝贵的时间。只是虽然主打是外形使用，但由于设计上并没有特别轻量化，随身携带还是有一定的负重，此部分请务必纳入选购考量。内部以抗震硒胶材质制成，且具备军规的防震认证，使得此款商品拥有突出的抗冲撞能力，也是受到许多消费者喜爱的理由之一。加上外层采用铝合金材质，不仅轻巧，更能有效散热，让硬碟在任何环境都能够稳定工作。独特的立体百褶设计，既减少表面和桌面的摩擦，亦强化结构，让硬碟保持稳定，可说是完美兼顾质感和实用性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此款并没有防泼水功能，在咖啡厅等环境使用时务必小心。此款硬碟非常适合经常在外处理档案的多媒体工作者，硬碟本身相当轻便，且具有高规格抗震以及硬碟加密等附属性能，而能有效守护珍贵资料，并无负担带着走。除此之外，只要搭配使用厂商提供的免费 Transcend Delete 软体，就可以使用单键备份功能及时储存，也能将云端空间上的档案轻松保存至硬碟，更可以透过 RecoverX 救回不小心误删的档案。诸多贴心设计使其获得2020年台湾精品奖的肯定，十分推荐给需要大量传输以及备份多样资料的朋友。高达 10TB 的超大容量，并且支援跨平台，实属此硬碟领先他牌的优势之一，不仅让大量档案传输的需求得以实现，而且只要安装为 PC 提供的 HFS 驱动程序，就能在 Windows 和 Mac 之间无缝进行备份，更支援高达每秒 160MB 的资料传输率，让备份的时间大幅缩短。而若搭配使用其支援的备份管理软体，还能够简单进行排程、镜像等不同模式的备份系统，可谓十分便利。特别的是，还设计有 USB 接头的充电站，在备份之余也能帮手边的行动装置进行充电，因此非常适合时常有大量档案备份需求，同时也需要随时补充手边工具电源的影音工作者使用。此款硬碟不仅兼具大容量以及高速传输等顶规配置，强大的防水抗震能力也是备受瞩目的众多原因之一。其通过美国军规验证抗摔测试，
内部硬碟受到加厚四角的缓冲橡胶层紧密保护，将硬碟的受损风险降至最低。还有 IP55 防水验证以及特化防水塞设计，在旅途中更能阻绝雨水和粉尘侵入带来的伤害。和其他的硬碟不同之处更包括附上特殊的传输线收纳槽，让传输线服贴于机身侧面，便于随身携带且不易遗失折损。具备如此强大的防护设计以及经过万次插拔测试的耐久度，难怪能广受需要在各种旅程中使用硬碟的消费者青睐。Toshiba 全新一代先进碟比起上一代的厚度减少了 5.5 毫米，重量上也更为轻便，放在口袋就能随身带着走，可谓实现了使用者盼望的口袋机需求。此外，独创的硬碟表面停放技术能够减少传输时对磁头和媒体的磨损，既大幅加强硬碟的耐用度，搭配防震感应科技更能提升资料存放稳定度。而且只要搭配专属安全防盗软体，便能简单设置密码，提供手中商务资料最安心的保护。高速、稳定、安全的特性，让此款硬碟成为众多消费者的爱用选项之一。通常来说，行动硬碟都较为注重携带性，但 FireCool 的 Gaming Hub 却反其道而行，采用 3.5 寸的大体积硬碟规格，从而提供高达 16TB 的超大容量，不管是多庞大的资料量都能轻松容纳。连接部也有 USB 3.0 与 USB Type-C 两种类型可以自由选择，再加上同时支援 Windows 与 MacOS， 可以轻松在两种系统之间交换大量档案，相当方便。另外最吸睛的莫过于内建 RGB LED 灯光特效，并且可与支援的电脑与周边设备进行同步，打造出符合自身喜好的氛围。除了备份资料以外，也很适合用来储存大量游戏与软体。韩国 3C 大厂 Samsung 推出此款专为 Mac 设计的 SSD 外接硬碟，除了具备最高效传输的 Thunderbolt 3以外，即便拥有远胜过行动硬碟的规格，其依然轻盈的重量亦可说是需携带多种器材的专业人士之首选。加上特别强化的加密功能，也能确实保护其中的重要素材。而安全保护不仅于此，两米防摔与小巧且流线型的结构设计更让携带毫无负担，若在拍摄现场想转档都不成问题。只不过如此的惊人性能也伴随着高价格，不妨评估自身需求后再下手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